没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贷款买房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什么是外国人贷款呢？外国人并非指国籍，主要是指雇主、工作单位在美国以外的国家，工作收入不在美国报税的人群，比如持有 B1、B2 旅游签证、J1、J2 访学签证的人。所以在美国的华人，只要有美国报税证明、收入证明的，都不属于外国人贷款。即使你没有绿卡，也可以正常办理常规贷款。下次我们讲外国人贷款的关键操作，如果你有房屋贷款或者家里融资的需求，请拨打下方的电话626-308-9793或邮件联系我们。关注我们，了解更多房贷知识。